报道，东宇在天空时间来比赛，休息第一名的李高山在一比零沉积13分43秒后，第二名李高山徐婉婷沉积14分49秒后，第一名的三宝沉积14秒九五。李用力啊，大半点。破纪录的时候，每一个高度哈，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如果掉下来，都要再重量，推一点，重量。再推点，再承担。有氧。大会报告，请高台参议。